10月19日至10月27日连续两个周末的四场音乐嘉年华将在大宁国际广场举行。10月18日，音乐才子李泉作为首位做客嘉宾走进了大宁 Live Radio。李泉与新搭档电子音乐人 B6 面对透明直播间都显得十分兴奋。两人除了在现场透露了专场演出的准备情况外，还和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分享了自己的音乐心得。结束直播后，李泉和 B6 也是马不停蹄地来到现场为19日的表演做彩排。电子乐加上李泉充满魅力的嗓音，立刻就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围观。I love you.